马格尼托格尔斯克原本是一个矿业城镇，昔日的慈山城、钢城，如今却被当地人称为黑山。一切都要从李森科博士讲起。在卫国战争失败前夕 ，NKVD 第22摩托化步兵师的班科夫中将受命将李森科护送到此地，面临军阀割据的局面，李森科成功说服班科夫，他的学术研究对复兴苏联至关重要。于是以班科夫为首的 NKVD 负责在当地搜罗实验对象，俾李森科博士进行人体实验，并以创造新苏维埃人作为目标。老实讲，我都唔知咩系拉马克主义或者李森科主义，而我怀疑班科夫都一样唔系咁清楚。但睇事情可以用另外一啲角度去睇嘅。从心理健康嚟讲，大家都怀疑李森科系痴痴地善嘅。人命对于佢嚟讲系纯粹嘅数字，连低效人员都系被清算嘅对象，你仲恶过共产党啊？极权国家一般都系拉你去打靶或者劳改，而家要做埋人体实验，感觉似乎更加糟糕。不过类似嘅比较都系放喺心入面好啲，一个唔小心讲咗出口，就可以亲身体验一下两者到底有咩分别啦。重整军备嘅措举都貌似正常，虽则我估佢嘅计划 A 同埋计划 B 都唔方好嘢啦。搜寻前苏联嘅储备都似系一般军阀会做嘅事情嚟，但就算系实验对象，比起常规训练，优先交配真系咁紧要咩？有冇用我唔知啦。至少李森科博士的确系一心为实验，咁下面啲人呢？实验对象提取法协助改善提取流程，呢一种懒系理性工具性嘅字眼最神奇嘅地方呢，就系佢可以将最黐线嘅事情包装为一个日常要处理嘅工序。我哋谂紧嘅系互相协调、提高效率。中间嗰一扎屠杀平民嘅检讨系用嚟改善效率噶咋。相对之下，同迪勒曼格呢一啲人渣合作都已经算系合理好多。只系我觉得要话一个人饮醉酒系唔使咁多废话嘅。乱世之中嘅临时合作同科学主张真系有咁大关联咩？同党卫军嘅合作固然令士兵大感不满。不过之后的战备工作以及防御工事的建设都算是合乎情理。工事做得七七八八，但阿李森科同志的心理健康就每况愈下，看来要比他开展梦寐以求的超级战士计划才会正常翻少少。既然人力资源短缺，当局就要探索现有人力的最大利用效率。老实讲，我觉得你杀少啲人呢个效率可能会更加好。无论如何，计划就此开展，当局亦进一步收集更多嘅实验样本。嗱，我用人话嚟翻译一下啦，即係有更多平民受害，俾佢哋捉去做呢一个饥饿抗性测试。完成之后，李森科嘅理智总算係稍微回复返正常。咁就可以返嚟军事方面嘅工作。不过未到 NKVD 出马，迪勒曼格旅已经先下手为强，攻打旁边嘅乌拉尔联盟，再拉埋奥伦堡公社落水。啊，唔好意思啊，係先下手为弱先啱啊。佢哋输咗不单止，仲累到马格尼托格尔斯克俾人顺势宣战。呢一班低效人员嘅死症种都是回收回去做实验靶啦。黑山有住十级地堡，士兵全部都是机动部队，班科夫就索性引他们入嚟平原地区，然后只留一队人防守，其他人就不断在有利地形包围歼灭敌人。庇护人员一样捉去做实验，如是者不断重复，打到咁上下，
乌拉尔联盟和奥伦堡公社的军队甚至已经没有能力填满条线，最终战败投降。李森科自然是一朝得志，遭殃的却是南乌拉尔的人民，占领区的平民一车车地被送去做人体实验，大量样本到手，李森科又再展开各种惨无人道的测试，话唔通初见责症候群是你整出嚟嘅？有年轻的 NKVD 警卫睇唔过眼，尝试协助实验对象，结果害到自己都成为其中的一份子。如此残忍的手段，终于令 NKVD 众人都顶唔顺，不满持续增长。李森科博士所谓的高理智度，都一样唔系常人能够理解。所谓的实验亦无法得到预期的效果，于是反对声音逐渐浮上水面。虽然李森科开始镇压意见分子，但他忘记了一样东西，就是如果他没有军队支持，他的伎俩都只是一个疯狂科学家。即使班科夫中将已经去到他面前逼供，李森科都还未察觉到眼前的危机，结果就是成为阶下囚。这一位科学狂人最终都要为自己的罪行付上代价。缠绕住黑山最大的阴霾山区， NKVD 的班科夫同志将会为此地带来黎明，可喜可贺。但事情是不是真的那么简单呢？班科夫停止了可怕的人体实验，释放所谓的实验对象，坦诚地向人民承认过去的一切错误，尽可能以宽松的手段管治，统计过往的死者人数，设立纪念碑，重建社区设施，希望以仁慈之政挽回民心。然而当 NKVD 的部队到达村庄那时，遭受村民们的白眼和反抗，士兵们又不是政治家，他们只是懂得做回杀人的老本行，平民对 NKVD 的恐惧和仇恨又怎会得以消弭呢？就算班科夫的手下怎样极力安抚群众，却始终无法如愿。班科夫以为只要持续向平民释出善意，平民终有一日会尝试信任他们的政府，但恐怕班科夫不明白的是，有些错误是没有办法弥补到的。当初默许李森科作恶，实际去捉人杀人的正正就是 NKVD 本身。莫讲话人命没得赔，就算真的可以以金钱衡量，新政府亦都不会赔得起。助纣为虐的人往往都会尝试推卸责任，是上层的领导将自己变成怪物，带在看似高尚的政治理念、冷冰冰的命令底下，人是不是就真的会丧失了判断是非对错的能力呢？在你对眼前事物移开视线或者放弃思考的时候，难道你就不是这个邪恶体制的一部分吗？有些罪行本来就是无法原谅，再者 NKVD 亦都唔系啲咩实行转型正义嘅合适人选，佢哋擅长嘅仍然系镇压同埋监视。好快佢哋就明白到争取民心嘅举动都系徒劳无功，加上周遭嘅军阀向新政府宣战，喺危急关头，班科夫干脆一反常态，推行个人崇拜。既然人民始终都惊政府嘅，咁就由得佢哋恐惧啦。明明呢一样先至系 NKVD 嘅本色，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安全得多。于是喺敌对军阀嘅重重围困之下，平民嗰边一路反抗，而班科夫亦一路继续佢嘅专横统治，为烽火连天嘅黑山写下一个疯狂嘅结局。直到留里克三世的军队杀入黑山为止，而这一切都只是俄罗斯废土入面，又或者是人类社会入面的冰山一角。
犯错、修正、周而复始，唯有希望下一次人们所犯的不再是无法挽回的过错。